雨欣，来了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 所以咱们那些头脑风暴的词儿都不能用，是吗？林夕，你有没有想过是萧逸晨故意在整你啊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让你服软，然后你们可以破镜重圆。如果你是萧逸晨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呀。他也不会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也想和他？ 重温旧梦，所以这么努力表现。哎，你还说话吧？你这笑太吓人了。翻译呢，注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。我希望5年、10年，很多年之后再想起这个项目的时候，遗憾可以少一些。行行行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 不过我问你啊，甲方都已经OK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啊？我们是专业的呀，专业的就是要为甲方提供他们认知以上的结果。那如果想不出来呢？等灵感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思路啊？怎么换？你看啊。 我们现在借此已经借到了山穷水尽，那不如我们造词试试呢？你看，就拿冰岛语来说，在近代的时候呢，他们爆发过一次民族主义纯语运动，将一些外来词替换为本土词，但是本土词对一些外来的新事物呢描绘又不够准确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自己造了一些词来表达，比如说像冰岛语的心理学 safari， 其实就用 salt 和 fresh 来代替的，语义不是想让世界听到中国吗？ 如果将两者结合在一起，造一个新的词呢？比如，语义。ability。对啊，你看我的想法是，它这个、把语义的 slogan 本身当做一个 logo 来做，给企业形象直接定一个图腾。不，你这个人怎么还偷听别人说话呀？ 第一，我在自家的露台上；第二，你们讨论的是公事，我作为甲方还没资格听吗？还是说你们在聊什么我不该听到的东西？那你说我刚才说的那个 ability 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这个思路很新颖，值得考虑。还是懂行的哈，但是。 还不是我心中那句话，李希，你觉得呢？确实，象形的意义是有了，但从传送度还有英语本身的含义上，是有缺憾的。嗯，没事儿，我们回去再想想。好。 公私分明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基本素质。背后议论别人是幼稚的表现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林夕，马上10点了，你可以过来处理一下你的私事。不是，你俩有什么私事啊？过去的。不，林夕，这都已经10点半了，很晚了。啊，你要去哪？我在这，在这边。 哒哒哒哒哒哒！好了，先把你抱起来。再给爸爸发个信息。林峰，我把三公主的照片发给你了，你看看。亲爱的希姐，之前送去的时候赶时间没来得及给三公主洗澡，可以拜托你帮三公主洗个澡吗？感谢感谢。
洗澡的话今天也挺晚了，我明天看看吧。主要是怕把您家给臭着。肖一成，能在你们家洗个澡吗？我说狗。哦，在那边。谢谢。走喽，洗澡喽。乖，在这乖乖待着啊！我们来洗香香哦。哦，这个东西没拿。哦，谢谢，帮我把门关上。三公主，我们洗香香啦！来，干洗干洗。SPA 级别的，好香哦。童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来找找灵感。就让毛毛把我带过来。没关系， slogan 的事儿还没有头绪啊。没休息好吧？跟我走吧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说不定对你有帮助。走。保密哦，老肖都不知道我还存着这个东西。这是那个全美大学生智能编程比赛啊。对，就是楼下那张照片的完整报道。谢谢。I heard that you had traversed all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part in the competition. Yeah. Why? There's no Chinese here. That's why I'm here. 所以那句 slogan 是肖一成想出来的。当时我在数一数二的投行工作，公司特别看重他，觉得他很有潜力，想要投资他的专利，所以派我去跟他谈判。然后你们就合伙了。他拒绝了，拒绝的理由是技术还不成熟。我非常清楚地记得，我当时告诉他，完成高于完美。可你猜他怎么说？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像他。是吗？那原来的他什么样啊？得过且过，佛系，脆弱。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？是啊。Welcome, Mr. Shell. Thank you.如果不是十年前就认识他，真的很难想象现在的肖一成跟当时是同一个人。这个变化是你带给他的。那后来你们是怎么会一起创业的呢？后来我就出来单干了。我给所有在摩根大通时候的客户发了邮件，只有他回复我了，而且还给我寄了个礼物。
这个。这是。他就是凭借着这个赢得了那次的比赛，这也是语义核心芯片的雏形。所以当时他说，技术不成熟完全是借口。借口？因为他不想一个由中国人研发的芯片，最后被刻上外国制作的基因。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and could be a major player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. 所以，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他没告诉你吗？说了，但我不信。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and could be a major player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.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and could be.之后一个月，我把华商项目组安排到 C 区会议室工作了啊。嗯。连句谢都没有啊？谢什么呀？行吧，既然某人装傻，把会议室挪到 A 区。毛毛，把华商的会议室挪到 A。馥芮白脱脂奶双倍浓缩，对吧？嗯。一个月，行。搞定了，等着看好戏吧。你至于把我约到这么僻静的地儿吗？还是谨慎一点好吧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李子，这次做得不错。我也是为自己出口恶气。只要有共同的敌人，一切都好办。转账吧。放心吧，答应你的，一分都不会少，这样更安全。走了。进。
王总，办妥了。帖子上重点都讲清楚了。嗯，讲清楚了。语义科技的翻译机根本做不到0.3秒的计翻速度和99.7%的准确率。之所以发布会上没有露出马脚，是因为有议员提前翻译好了。今天这老白茶，总算是泡出点味儿了。Hello， 嗨，文中的谁？我们看到了，然后我们会把一些合同发给贵公司。中国市场潜力无限，我相信永运和 TLA 一定能够达成双赢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王总，他们的合同发过来了。可是王总，盖尔先生该不会出尔反尔吧？他想进军国内市场，我帮他铺好了路。我实在是想不到他反悔的理由。那个包经理，他靠谱吗？断人财路，犹如杀人父母。他现在比我们更想弄死萧逸尘。你忙去吧。老肖，你的脸呢？你看没看这个标题啊？居然说我们的机器造假，用同声翻译的内容做投屏，这太滑稽了！当发布会上的人是傻子吗？语义上市，动了多少人的蛋糕？有些人使绊子也不奇怪。现在虽然暂时撤了热搜，但是事情已经发酵，如果不给一个说法，恐怕不止网友，投资人那儿说不过去。同心，发个声明吧。这种没有逻辑的污蔑，有脑子的人是不会信的。行，我先写一份，然后给你公募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请你出马。天下不但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连免费的咖啡也没有。我说怎么老同学突然找我了？原来是要用到我。你可是科技圈有名的大号，如果你肯出手相助，我相信语义科技一定能度过这次疫情危机。那你们为什么不找窦玩家的沈平啊？这事儿童心一直在负责对接，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找了，只不过沈平呢，不像我跟你这样有交情，所以没磕下来，对吧？
小雨，我们是老同学，不错。但我这次请你帮雨衣发声，绝对不是让你昧着良心。雨衣这次的确是被陷害了。萧一成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那这个忙我一定帮。 近日，网络上传播的有关雨衣天下的不实消息视为武器之谈。发布会现场呈现了一出议员与羁绊的 PK， 与会人员皆为见证。雨衣秉持着让世界听见中国的理念，绝不做有伤初衷的行为。网络非法外之地，请个别网友谨言慎行。雨衣将保留法律追诉之权利，望周知。 天哥，雨衣这样的声明有用吗？如果是偶然事件，或许有用；但如果有人刻意而为之，那会不会影响雨衣的 IPO 啊？到时候就不是 IPO 的问题了，很有可能萧一成翻不了身。这么严重啊？造假，涉及到法律层面。你说，肖总造假？他不会。 但架不住有人想要把他彻底害死。先忙吧，大家。哦。这种声明嘛，就是片片傻瓜的，根本没有含金量。你说没作假就没作假，你算老几啊？强烈建议司法部门介入。哎呀，原以为是科技新贵，原来只是皇帝的新衣啊！热搜已经撤了，网友的讨论也从之前的一面倒变成现在三期刊。科技新势力的陈潇还有窦玩家的沈评都发了声援的文章，这两位都是科技传媒的领军人物。窦玩家那篇文章太绝了，深入浅出引经据典，几句话就把匿名帖子里的言论都驳斥了。现在点赞数都破10万了。我也看了，文章写的很犀利，很多网友都是因为这篇文章转变阵营的。窦玩家的沈评。 起宣布不是没刻下来吗？是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咱们够牛，大号都是我们的自来水。窦玩家是国内科技公众号的顶流，主编沈评定下过规矩，所有文章一不买水军，二不刷流量，三不接软文。所以很多投资人都把窦玩家的文章作为商调的参考。嗯，去忙吧。好。 在等林夕微信啊，老肖，你知道自己现在像什么吗？什么？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等着被安慰。老肖，我得跟你说，虽然华生最清楚发布会那天的真相，但是他们现在和我们是合作关系。 所以也是最不适合发表声明袒护我们的。
明白。走了。有留言说，我买过羽翼的翻译机，准确率极高，他们怎么会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？还有一条，我是萧一成在肯帕迪理工的学妹，学长是一个认真到极致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拿一元翻译冒充机翻？这盆污水简直可笑。好了，现在舆论都已经偏向羽翼了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别又病了。要不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还有一堆资料要核对呢。哦，陈文，农贸会那边还有新的词汇对照表吗？没有，我没收到。别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，让年轻人也历练历练吧。嗯。喂，我去给你按电梯了，走了啊。哎，下班就提起。三公主饿了，给她喂点吃的吧。现在就饿了，不是平时都是10点吃饭吗？早喂早消化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好啦，你吃饭就自己在这玩吧。他现在不饿，待会到饿的时候，你把那些弄给他吃的小面糊都准备好吧。先回去了。等会儿。啊，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们项目组的工作呢，会照常进行，不会影响你们的。还有呢？我是这么安排的：陈文、王强负责数据的采集和核对，老魏那边……其他的呢？你是希望华生可以配合羽翼发表声明吗？跳开羽翼和华生，就林夕对萧一成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吗？现在舆论也都倒向了羽翼，这次的风波我觉得也算是平安度过了吧。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只是一个客户而已。你不用为我紧张，也不会为我难过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没有。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不是萧一成。其实我也，你无聊吗？我很久没有见过你这样了。我记得上一次还是9年前，我误会你和那个金融系学弟。你行不行了？啊，好吧，好吧，不
不说了。话说回来啊，这次雨翼能翻盘呢，其实多亏了豆玩家的主编。哎，那篇文章你看了吧？看了。你觉得写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这个主编挺有意思的啊，不仅文笔犀利，思路清晰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他好像认识我很久了，每一句话都写在我的心里，就像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一样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暗恋我。你说他为什么这么了解我呀？嗯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喂，老魏，我在你家门口，雨衣出事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喂，老魏。搬家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。那你进来再说吧。本人 Lisa， 乔外英语系研究生，之前在雨翼的线下活动中曾被要求翻译发言稿中的内容，他们会在投屏上冒充机翻。作为交换，我会得到3倍的薪资，并签订保密协议。本人不耻这种行径，当即拒绝。也许在资本面前我是人微言轻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要发声。资本抱团作妖，伤害了网友和粉丝的情感，这样的企业谈何上市，谈何情怀？你在想什么？这个 Lisa， 你有印象吗 ？Lisa， 之前被你……你们认识？去年在大客户部实习，被联系开了。啊，看来这就是原因所在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一箭双雕。一什么箭？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。先制造舆论危机，再找一个所谓的爆料人来实锤，坐实了雨翼和华生勾结。要不，我去找张总发个声明，辟个谣。有了这个爆料，你觉得大家还会相信华生吗？这个 Lisa， 要不我去把她找出来。这个 Lisa， 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演员。有人在背后操盘，一定的。老魏，现在网友怎么说？之前被压下去的评论，现在全都反弹了。哎，童心，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跟魏天联系在一起，我们再商量。嗯，知道。你们同居了？还？养了一只狗，林峰的，寄养在这儿。啊，我还有事儿去找张总汇报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手机包。哦，
哦，对了，林峰明天回来。回来之后，我就让他把三公主接走。你有时间的话，给他收拾一下东西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奶奶，我回来了，西西，吃饭。奶奶，我没什么胃口，就不吃了。行，吃还不行吗？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一定要好好吃饭。对。成药呢？平时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你，这几天一回来就躲到屋里不吃不喝的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西西，你帮我去打探打探。行嘞，你放心。吃饭了。你们先吃吧，我不饿。我都给你端过来了，你放门口就行了。穿衣服了吧？干嘛呢？我跟你打游戏呢。打什么游戏？新游戏。李奶奶说，你最近不吃不喝的，一回来就窝到屋里了。我这不是新游戏吗？想给他打通关了。工作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废寝忘食啊？李总监，这都下班了，能不能别提工作了？行吧，不管你了，吃了啊。谢谢。萧一成，这是你花了8年时间研究出来的翻译机，现在被别人说的一文不值，而且它还有可能会影响上市，甚至你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，这还不算绝路吗？想办法要先填饱肚子嘛。来，我觉得咱们得先找到那个 Lisa， 揪出她幕后的黑手。这幕后黑手还不清楚吗？既恨羽翼，又恨华生的，没有第二个人。荣运的人 ，maybe。好了。老肖，这位是共赢公安公司吕峰，吕总监。你好。肖总，我们研究过了，现在有几个方案，大家探讨一下。就目前来说，最好的办法是切断危机。这个 Lisa 2年前在林夕手下实习，连续办砸了2个项目，被林夕辞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以把舆论往这方面来去引导。等一下。继续说。一个复仇的员工想去摧毁华生的项目，羽翼不过是被无辜波及而已。我查过了，这个 Lisa 面试过羽翼的线下活动，但她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。肖总，我听说林总监在业内得罪了很多人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让我牺牲掉刘希，对吗？啊！
换方案。现在断了肢就是唯一的办法。老肖，你再考虑一下。你也这么认为？只要林夕扛下这件事情，我会马上推荐他去新加坡的一家翻译公司，他在那儿的待遇和职务不会比在华生差。老肖，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感情，我理解，但是你要理性一点。我的态度很明确，面对林夕这个人，我没有意见，但是商场如战场，为了羽翼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童心，这不是感情上的问题，我们羽翼绝对不能干这种事。我再说一遍，给我换方案。肖总，危机公关的黄金时间是24小时，换方案是需要时间的。没想到我人缘那么差。放心，我否了他们的方案。一个公司的经营和发展，靠的不是你一个人，背后还有很多人呕心沥血的付出。把我推到前面去挡刀，理智上来说是上策。那感情上呢？什么感情？愚公，华生跟羽翼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不想牵连无辜。于私，我绝对不会让我喜欢的女人为我挡刀的。可是我不会给你这个英雄救美的机会的。现在不是你说了算，一些羽翼我还能做主的。你别发疯行不行？我很冷静。难道现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其实话说回来，我还没去过新加坡呢，你可以替我问问童总，看看新加坡那边公司的年薪是多少。童心，这周五晚上帮我安排一场发布会，把国内所有科技类的媒体全都给我请过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知道羽翼的全名叫什么吗？羽翼天下。对，羽翼天下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会安排一场发布会，宣布羽翼2.0上市。现在不是你任性的时候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拿着上百人的身家去任性，但是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在讨伐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。所以，只要你推出了2.0版本，并且它足够高端精准，那么1.0的优劣，外界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没错。可是刚推出1.0版本，只有短短几个月，你不要冒这个险。我对我的产品很自信。现在不是自信的问题，现在多少双眼睛看着你，大家都会带着挑刺的心态去看2.0版本的发布会。有任何的纰漏，这场发布会就会适得其反。绝对不会。小玉成，每次你这么自信的时候，我都特别想打死你。我很贵的，赔不起。除非……我不跟你瞎扯了，自己想办法。哎，那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你先放开我再说，小玉成，你别搞事情行不行？现在不是你孩子气的时候。睡一会儿吧，很快就到了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没到。
这半年多，我们复核了100多次，准确率还是蛮高的。那有没有哪一类比较薄弱呢？这骨科方面差2个百分点。明白。李欣，这位是冯叔，卫生院的院长。这是林欣。哈哈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辛苦啊，这开了快3个小时的车，已经累了啊。你们休息一下啊。我就让老太婆给你们准备晚饭啊。那麻烦您了。哎呦，太客气了。你们坐着歇一会儿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到底来这儿干嘛？冯婶手艺不错，你可有福了。来这儿就是为了吃饭的。对啊，民以食为天，吃饭是最重要的事儿。梅岛风景宜人，明天我陪你去逛。你别外套，我先开车走。冯叔。医生。冯医生。老师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冯医生，坐坐。等一下，总得给冯叔打个招呼吧。看看。老师。最近哪儿不舒服啊？这两天是有气无力的。我爸最近老是头晕头胀，浑身没力气。那咱们先测个血压啊。好，来。这个血压可不稳定啊。你最近那个高血压的药坚持吃没有？这一忙农活把药给搞忘了，这高血压药怎么能停呢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。现在不舒服了吗？你这种病啊，要发展下去会很严重，会伤害心脑血管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别吓我！为什么吓唬你呢？来来来来，把这边来，把凳子拿过来。来。这是干啥？复查一下啊！别动。不用复查，不用复查，我吃点药就好了。下面还有一场麻将呢，打麻将也不差这一两分钟了。我说，好。这位是谁呀？嘘。叔叔，您有脑梗的可能性，最好去市里的三甲医院复查一下。我爸中午还吃了2大碗米饭呢，怎么可能脑梗？是，这是 AI 医生的测定，知道吗？不怕意外，就怕万一。什么 AI 医生？这在哪儿？这台机器涵盖了国内外10000多本医学专著，超过30余万份的临床病例，还通过了医师资格测试，在病理确诊的准确率上超过90%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你的意思，这个这么厉害吗？叔叔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他比医生更专业。不可能，这个机器哪有医生诊断的准确？老师啊，这个脑梗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赶紧去市医院吧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回去吃点药就好了。再说到市里还要花大半天时间呢。别走走。会开车吗？会。车钥匙。开我的车去。行了，别磨蹭了，赶紧去吧，这开不得玩笑。是这样的。是来。就这个。快。你真正想让我看的是这个吧？路上慢点啊。在试运行阶段。慢点啊。行，明白了。那饭我就不吃了，早点回去，去制定一个方案。可以啊，但车不在了。人命关天，我也没办法。老兄，来，包给你们。你们聊着啊，我回去。让老太婆给你们准备下饭，你慢慢聊啊。好，麻烦你了啊。没事。这山路就这样。
说下雨就下雨，小心地滑啊。说说你的计划吧。釜底抽薪。你是想在发布会上推出 AI 医生，让大家看到羽翼的技术能力。羽翼天下之所以叫羽翼天下，而不叫羽翼翻译，就是因为它是我的科技宇宙。所以让外界看到你有能力做 AI 医生，那么翻译机的算法自然就不在话下了。对，这样你的非议也能澄清了。没事儿，我不重要。不，你很重要。林夕啊，今天就算换一个人，是另外一个合作者，我也会这么说。谢了。但是，既然你已经有了对策，那你就直接在发布会上推出 AI 医生就可以了，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亲自感受一下，然后给点建议。你们公司有那么多人，还有那么多朋友，非得找我呀？童心呢，有工作要忙。毛毛机灵有余，细心不足。周爽、李俊呢，要在家照顾老婆孩子。哦，对呀、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们俩都认识，这么多年同学了。那你现在把他找来也不迟啊。有道理。喂，是我。我在梅岛办点事儿，要不要过来一下？啊，我跟林夕在一起。哎，他让你接电话。不必了吧，又不熟。怎么会呢？认识这么久了，怎么会不熟呢？认识就算熟吗？哎，老魏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得罪你领导的？啊？是魏天啊。你以为是？没头没脑的一通，什么意思啊？还有，你怎么跟他去梅岛了？没什么，回去再说吧。你刚才以为我打给谁啊？无聊。客气啊。哎，还有一道菜。不齐了吗？齐了，吃吧。哎，我敬你。哎，别客气啊！这我自己酿的。哎呦，真好喝！哎呀，都是些家常小菜，别嫌弃啊！哎，怎么会？来来，尝尝。麻烦你们了。哎呀，怎么麻烦呢？我们俩呀，孩子都大了，都不在身边，这平时啊，就我们老两口在家。今天你们来呀，我和你冯叔高兴着呢。啊，别客气，想吃什么就吃，随意啊，随来来，随意。李夕。冯婶做的这个什锦海蛎饼，特别鲜，你尝尝，拿手好菜是吧？对，会尝尝。哎，特别鲜啊！哦，好吃就多吃。小石啊，啊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啊！怎么了？老师确诊了，轻微脑梗，他跟你说话。哎，好。喂，喂，肖总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把车开回来。啊，明天才能还是吧？哦，叔叔没人照顾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啊，你先忙。好。哎，我说，车可能明天才能还回来，今天晚上只能住在这儿。小肖啊。哎。你知道，现在有了这 AI 医生啊，我们这卫生院那在这十里八乡的，哎呀，可出名了。是是是是，
这附近镇上的病人呐，都有意拿着病历啊到这儿来，主要是想呢让 AI 医生啊协助检查。现在我们这个机器啊还没那么完善，研发人员呢也正在不断的修正，但是我相信在两三年内吧，准确率能提升3个百分点。真的太好了。最好的医疗资源呢现在都在大城市，我们这小地方确实滞后。方叔，其实这个就是我做 AI 医生的初衷。现在呢看病难看病贵，很大程度上由于没有实现真正的分级诊疗，所以我想打破这层壁垒，让小城镇能够享受大城市同样水平的医疗资源。说得好。哎，什么话不说了啊，叔敬你。哎，别别别，我敬您，我敬您，我敬您。快吃口菜压压。哎，小林，这是我自己酿的米酒，你也尝尝。不说，他呢肠胃不好，让他喝点汤吧。好，好，那随意啊。大家随意随意，来来来，来喝点汤。年轻多好啊！你看小两口感情多好啊！你们结婚几年了？该要小孩了吧？我们哎，婶儿，他跟我闹别扭。哎呀，林姐，林姐啊，就跟我跟你婶一样。说我，小林，我在他的钱包里看着你们俩的合影啊，小两口斗嘴，理解理解啊。来来来，年轻人呐，床头打架床尾和啊。我呀一会儿吃完饭就去给你们收拾个房间，今天晚上啊就住着啊。随意啊。哎，冯婶，晚上我能跟您睡吗？是易老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真的，哎，这件事情很棘手，不然我也不会一直麻烦您了。我知道，那您能不能出？干什么啊？还打视频？你在哪呢？我在外面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是翻译稿出了什么问题？不是，我是姨奶奶让我问你的。今晚不回去了，你跟李奶奶说一下吧。为什么不回来啊？你一个人去哪儿啊？我在外面呢。不是，你一个人不安全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林夕跟我在一起很安全，不劳你费心了啊。哎，小一成，你干什么啊？他在追求。林夕，我告诉你，当断不断反受其害，你明白吗？我会处理的。你怎么处理的？我给你时间是一回事儿，有情敌出现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自己有分寸，不用你管。行吧。
还没睡。下午在车上睡多了。你怎么也没睡啊？啊，睡得晚。这样不行。来，怎么样？要不你还是别看了。嗯，不好说这个。到底怎么了？这样，你回下海呢，找一个医院再确认一下啊。我看看。哎，不，怎么了？你别看了，真的别看了。不是，你别看了，你别看了，真的没什么。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，声音穿过我。不看就不看呗，谁稀得很。走。你如果真想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不用了。报告单上说，生理期不正常。啊？哎，不是，是你问我要的，不是，哎，浪费粮食，别动我，别动，等会儿，这个报告单上有治疗建议，可以试试。大可不必。你说了你帮我的，忘了。马上就要发布会了，我只能靠他反击，你不帮我真没办法了。怎么是？你忍一忍啊，这个穴位可以调节气血。有感觉吗？有。那就行。有想杀人的感觉。啊？不应该啊。这个穴位应该是酸胀。肖玉成，你是公报私仇吗？哦，我换一个，换一个穴位，来来，这儿呢是肾俞穴，疼吗？这个忍一忍，痛则不痛啊。不是疼不疼，是痒。行了，肖玉成，到此为止，我可以了。你放松，你别跟我较劲啊！相信我。最后一次，来，放松。舒服点了吧？还行。
当年为什么跟我提分手啊？我先说好啊，别给我随便编一个理由，我想听真话。就是觉得你没出息呗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让华生发声明澄清，六届审评的公众号引导舆论，还去找了几位前辈低声下气的恳求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华生和羽翼现在是利益共同体，我帮你盖的。偷偷摸摸闯出来约会，哎呀，人家是小两口，怎么能算是偷偷摸摸的？哎，屋里睡，屋里睡。方便的话，帮我们熬个粥。行，那一会儿我熬好了就给你端过来啊。谢谢。